一下，拉个线。Show me the meaning of complete. 第一位冲进来的萨萨，我记得你的名字，萨萨安安。Hello， 萨萨。各位新朋友，安安哦，安安有在比那个新秀的比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把那个星星给我，谢谢。怎么不休息久一点？因为我六点多要出门，六点多有事情，所以我要赶快开，对吧？我知道你是宝凯啊。谢谢优奶的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玉堂的心。点 like 是不是也可以加分啊？点 like 是不是也可以加分 ？Hello ET 主播安安，加十还二十的呢。谢谢莎莎的心。谢谢你全部的心，我像是闲闲没事的人吗？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欸，就如果闲下来的话，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变得很无趣又很黑暗，所以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。谢谢月月。新朋友安安，我发现每次刚开都会有很多新的朋友。Hello， 伟纯，没关系 ，ET， 没关系 ，ET。宝卡，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喝酒而已，我没有这么无聊。谢谢，谢谢 ET， 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月月。我的人生没有那么无聊啊，宝卡，你还是不够了解我。有没有人要听什么歌？有人要听什么歌可以点歌？可以多点几首，因为有一些我可能不会唱。不是找好姐妹，我要去找老板讲工作上的事情。虽然说每次都是说讲公事，可是每次去找我老板，我都叫他星星。每次去找星星的时候，他都在跟我聊私事，他都在关心我的私事，然后工作反而是放最后再讲的。啊，来唱这首好了，这个这首歌。宝卡，我不是说过了，不要点我的歌，我说过很多次了。等一下。升个 key，Hello 幽灵，谢谢莎莎，感谢莎莎，过火，下一首，你再点一首。这句话我经常对你讲，你是我想含在嘴里的一块糖。等一下，重来一下，我的 key 升错了。重来。你是我想含在嘴里的一块糖，铁石心肠最后抵不过你的倔强，像个孩子总想钻进你的胸膛。很多次走在凌晨三点半的大街，也曾为了找到吃下仙子踏步贴鞋。谢谢莎莎。Oh baby, oh baby， 我发誓我会走起，我希望你能陪我走过白天和黑夜，也希望能保证你会为美梦转眼，你等我想要的每一个体位，今晚陪我大家都别想入睡，想要看你身上一丝不挂的模样，在你身体上留下属于我的记号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好朋友只是朋友，是那个吗？平凡之路，平凡之路，平凡之路，我一定听过，只是我就是不知道我会不会唱而已。平凡之路，好朋友只是朋友，看看喽。谢谢莎莎，你把你全部的徽章都给我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你。Hello， 嘉伟 ，Hello， 小新 ，Hello， 刚进来的朋友。平凡之路，我一定会，只是不知道。我听听。歌名念你，你说刘子谦的吗？你只是想听而已。好，
我先看，如果不会唱的话，听听看喽。Hello， 圆圆兔。我知道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那一首歌那阵子很红哎。等一下，我知道。key 哦，因为觉得升 key 降 key 好像那 key 都不太对。直到看才是唯一答案。OK OK， 找到了。新朋友，嗨嗨！如果有星星，可以把星星给乐乐哦。舅舅唐乐乐，感谢各位。没有，因为小P我晚点六点要出去，所以晚上就不能开播了。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坠入无边黑暗，想挣脱无法自拔。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苦笑平凡着。机车，谢谢机车尾80000哦，80000哦。等一下，这首歌我一定要唱好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唱好。谢谢谢谢姬超伟，感谢感谢感谢 S 的徽章。其实我前面是抓不到 key， 知道吗？一岁的骄傲症。那也曾是我的模样，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。你要去哪里啊？片，谢谢。迷样的，沉默着的。故事，你真的在听吗？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的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欢迎王村长，欢迎爱情魔法师。等一下，另外一首是那个，谢谢谢谢魔法师，谢谢魔法师的勋章。下一首是好朋友只是朋友，我看看伴奏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还是朋友，不能够成友。如果大家有星星，再麻烦把星星给阿乐哦。感谢感谢魔法师。我等一下放80000来听听。听你说什么我都很快乐。
接近你，连影子都微笑着。几千句之后，你都耐心地陪着我唱，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。越等你陪着你，就越寂寞。灵魂那么美，我都碰不得，感觉再炽热，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。靠近你的梦，难道就不能失落？好朋友只是朋友，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。好朋友疯狂以后，就一个人走，无所求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只能保留。SHIN 还有 ADELA。莎莎，你是刚下课吗？还是刚下班？认识你，也许我就足够了。缘分的瞬间，我都不快乐。可能你看懂，也看不见我心如刀割。哪怕很痛过，至少就不算错过。那不就不能看很久？你几点下班？你几点下班？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，无所求。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，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，不打扰你的自由。欢迎灯塔，欢迎海蒂。灯塔，你不是才刚开播而已吗？朋友再好也不能牵手，感情在天平两头。谢谢灯塔。Hello， 黑蒂斯。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喊一个人走。你就来表达你的支持。谢谢，感谢你。你下次开播我再去看你。感谢拍拍，感谢拍拍，没错，下次你开播我再去看你。有人说要听八万，我都说那首歌是80000耶，你们都说那首歌是八万了，80000，这么美，什么东西啦？你这样害我害羞，你这样害我害羞哦。谢谢莎莎，谢谢莎莎的喜欢你。哦，莎莎你跑去储值了，谢谢莎莎的烟火。感谢你的烟火，你什么时候跑去储值的啦？可以去睡眠喽。谢谢莎莎。I love you。这句话我经常对你讲，嘴里的一块糖，甜是心肠，最后抵不过你的倔强。像个孩子总想钻进你的胸膛，很多次走在凌晨三点半的大街。谢谢莎莎，谢谢莎莎。Oh baby, oh baby, 大家如果包裹里面有免费的星星，记得给阿乐哦。然后如果还没有点 like 的朋友们，可以帮可以帮我点个 like。你懂我想要的每一个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亏我吗？我吗？我想要看你身上一丝不挂的模样，在你身上留下属于我的记号。我想要。那你要先问小 P 可不可以？我带你走过春夏秋冬，不想太痛。你知道我想爱你，所以是我主动。我见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你是我的菜。莎莎，左上角有那个群聊的功能。
你可以按那个申请加入，你就先点我的头像，然后你点开之后仔细看，会有那个群聊的字，然后你可以直接申请加入。就有时候什么时间开播啊什么的，都会在那个群聊上面说。欢迎青盈。谢谢你，欢迎小芳。莎莎，你等一下去申请啊，你等一下去申请。喵嘞，喵的嘞。我说你申请那个群聊，申请群聊。你要做吗？来唱一首《与爱》好了。没有，我从十二点，然后我打算播到六七点。什么？身为一个烂人啊，什么东西？播到六七点啊，因为我晚上不能播啊，所以我就晚上不会播，播白天。烂人。你就直接就动动手指而已，比你打字还简单呢。Hello， 小小，小小，你今天怎么开一下下而已啊？小小今天开阳一个小时多而已吧。嗨，好啦，谢谢莎莎。谁会放弃？一点点清晰，你的呼吸像雨滴。深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让想念继续，让爱变透明。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，你了。哎，你干嘛这样伤我的心啊？无奈的事情，想阻止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。冷冷的空气。哦，谢谢 ZOAN， 谢谢你全部的星星，感谢你，感谢。雨滴的距离。小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，学会放弃。听雨的声音，一滴滴清晰，你的呼吸像雨滴，渗入我的爱里。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让想念继续，让爱变透明。我爱上。看到你啊。
是不是第二次看到你？感谢你。因为我记得好像没有很常看到青云的感觉。另外一首，今天走杨丞琳系列，然后等一下再唱个掰出系列。第二次看到。天真哦，你在
里面很久了哦。哦，我记得你前天好像就申请了，对吧？是前天没错吧 ？Hello， 包子，今天第二次看到你。当时忐忑的方向，直到看见云端才是唯一的答案。你好像是前两天的时候申请的，我有记得这个，我知道。你点荧幕的头，点一次他笑一次，那是巧合吧？那是巧合啦。上辈子你很夸张，油油的，你又开始油了。你什么星座啊？忘忧，你是什么星座？漫游，你说的那是巧合吧？不然就是我真的很爱笑，所以你无时无刻点，其实我都在笑。不哦，无意。好，莎莎加油。在眼中变成泪，在心中变成灰，没有什么能安慰。怕被时间变成泪，被想象变成悲，希望都被粉碎。谢谢轻盈的拍。不安有时会崩溃，有时会怨怼，好像怎么对待都不对。看得出你隐藏多少的疲惫，却还是坚持着爱不断加倍，让我感动也让我愧对。谢谢你们爱我的每神乐，感谢你全部的心情，感谢你继续奔跑。奔跑什么？奔跑什么啊？一首歌曲，我等一下放放看。谁摆脱夜的黑，往蓝天鹅飞，被阳光包围，只为了你一句我笑得好美。谢谢 Z， 谢谢 Z 爱人的星星。看得出你隐藏多少的疲惫，却还是坚持着爱不断的加倍，让我感动也让我愧对。谢谢你们爱我的每个人，在我的人生最像一场噩梦的旅程，陪我挣脱，勇敢的去醒来。强人，谢谢你们爱我的每个人，让我努力后可以谢谢自己很坦诚，回想不通或绝望到躲开，但你们做的总让我想坚强负责任，重生。Hello， 明哥。
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越跨越大，我会一直往前走，继续奔跑。我来看一看那首歌。小屁呀、啊、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开播啊，我的屁股超痛的，因为这个椅子是很传统的那种木头椅，然后我现在放在那个开播的那个直播手机的地方，我只能这样面对着你们，然后盘腿坐，坐的我的屁股真的超级痛的。我现在已经有垫了一个枕头了，还是好痛。坐久之后就觉得很痛。哎，刚刚那个谁点什么歌？继续奔跑，忘忧点继续奔跑，继续奔跑。欢迎 N I R I I O。我真的觉得我的英文超差的，没有，因为我现在是住我的姐妹家，我现在住我姐妹家，所以就是不会想要换家具，就没有想说要换家具。我一来有帮他换了一个那个热水器，可是还好，因为他也不常待在家，所以他觉得没那么重要。谁还不赶快来给我当坐垫？这样我会坐不好啊！什么买房子啊？我要怎么买房子？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是30岁的时候要买房子。欢迎西西。眼泪也并不代表你不够坚强。让我瞧一下。好多梦想曾经飞在高高天上。哎，侧坐其实会好一点，只是侧坐的话我很难跟你们讲话。我多想给你一个肩膀，让你把所有重量都轻放下。30岁好梦想哦。还有11年的时间，我不信我没有办法买到。那一天才能把幸福得到，每一次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奔跑。打算把我的脚扔旁边。 Hello 大明哥安安。失败的挫折11年够了。一时力量再大的风雨侧坐都能飞翔。就是跟你们讲话会有点麻烦而已，然后可能坐久了腰会很酸这样。我刚刚就拿一个小椅子来放我的脚啊，然后就可以坐得比较舒服。下午安，下午安。然后我想要在25岁的时候买汽车，下次要垫脚你来嘞。我多想给肩膀，让你。我发现我是一个很容易屁股痛的人，不知道这跟瘦有没有关系。像有时候我骑车啊，如果骑超过15分钟，我的屁股也会很痛。就是我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站起来，一直站起来。圈地，圈地安安啊，圈地。真的屁股会痛啊。你们在看我开播开久了，我就会一直扭来扭去，扭来扭去，因为屁股真的会痛啊。就算有垫东西还是很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真的会痛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欢迎尾鱼。圈地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开了史上最久的一次，哎，史上最久的一次。我已经开4.5小时了，有没有觉得我很猛？超猛的，我这都觉得我超猛的。你骑机车最低，我骑车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一定会戴着耳机，因为我觉得很无聊，所以我一定会戴耳机。然后我发现呢，就是如果我有戴耳机的话，我的眼睛的反应就会变得比没有戴耳机还要好，就好像我没有耳朵，我的眼睛就变厉害的那种感觉。
就是好像无敌状态，好像在玩游戏呢。你最低速度是60哦，我平常也骑不快，因为我也不敢骑太快，因为技术不好的人真的不能骑太快，会出车祸。而且我刚牵车的那一阵子，刚在学骑车的那阵子，我都是每次都是我撞别人，我从来没有被人家撞过，就是每次都是我撞别人。挑战播24小时，那他都在干嘛？忘忧，你120太扯了，好不好？你在巷子里面你也骑120吗？吓都吓死了！我每次骑巷子，我都觉得我有那个被害妄想症，我都会突然间觉得有一只猫飞出来了，还是有一个阿伯要经过了。每次我骑巷子都超害怕的。为什么我上厕所应该是在看手机？为什么你会这么猜？我真的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滑手机，我手机不离身欸，我手机真的不离身。滑手机加睡觉，然后呢他有什么心得？其实不对啊，如果有睡觉的话，那哪算真的真正的开播24小时啊？真正的开播24小时是不可以睡觉，不可以睡觉的那种。然后你要注意就是直播荧幕前的观众，我觉得那个才叫做挑战啊，不然只是开个直播那边做我自己的事情，那哪叫挑战。不会浪费时间。欸，可是说真的，我的手机啊平常很少人在找，就是我不是那种手机会一直亮亮亮亮亮一直叫的那一种人，可是我没事有事都会拿着手机，就可能滑滑 FB， 就算没有干嘛，就只是一直做重复的动作，有时候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，我只是习惯了我要这样一直滑一直滑，只是习惯而已。每小时120分钟吧，哎，120公分，120公分，哎，这样，我的脚到这里，哎，我的脚到这里吧，我的脚120公分，我的脚到斗宅吧，到那里吧。神经欸，你是蚂蚁还是乌龟？你骑乌龟？下次多滑防重就快了。什么意思？房屋就快了。可是其实我现在看房子我也看不懂啊，看不出个所以来啊。我现在看就好像是看着人家去杜拜玩，看着杜拜玩的那个照片这样，或是旅游资讯一样，只是看了没啥用啊，又用不到。又看不到，又用不到，好像不关我的事一样。陪我看呢、欸。哦，我还有个梦想，是我希望我这辈子可以去杜拜玩，去看一下那边的什么风景啊那些的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啊！看了就会努力赚钱存钱。我发现我的眼光还是太短、太浅短。我现在就是觉得，虽然我有所谓的梦想，但是我还是会希望说。什么衣服尽情的买啊，鞋子尽情的买啊，化妆品尽情的买，就是现阶段我还是会这样。然后我花完那些钱之后，我就觉得，我是小富婆，我好幸福哦。然后之后都没有存钱。可是我现在觉得我是小富婆，我也很幸福哦。所以我朋友都说我的梦想只是讲讲而已的，不会实现。欢迎维回来，欢迎维回来。不要这样，可是会有欲望啊。其实我一个月我算过我的开销，就是我讲错会不会被呛啊？
我一个月的开销大概就是25,000，而且25,000是我觉得我花得很爽的状态，我完全没有节制的状态，就是那种去 Seven 会拿着800-900块、1-2000块的东西出来的那种，完全没有节制的状态下，我一个月大概是花25,000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、很兴奋。这样会花很多吗？可是我没有任何的负担哦。就是我目前的话，我没有房租压力跟其他的，我就是3个月缴一次的那个劳保哦，就那个而已。所以我要看理财，还好吗？两万五还行吗？你们觉得呢？还是我应该节制一下？可是节制真的太痛苦了。节制，我以前我有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日子过怕了吧，我觉得一个人我想要过的生活是我去买沐浴乳，我不用太多了，我去买沐浴乳我不用挑最便宜的那个，我去买牙膏我不用挑最便宜的，我可以挑我想要的，我觉得啦。以前太可怕了，以前沐浴乳买最便宜的就算了，然后回到家之后还要把它分成4罐加水稀释，然后鞋子都是穿到开口笑这样，然后都没有换。对，我真的觉得以前太可怕了。以我赚多少来看哦，你都挑最，我是没有必要刻意去挑最贵，就挑你喜欢的那个，你想要的那个怎样？我是不会无聊到挑最贵的，我知道那是钱呢，我的钱没有多到可以随便花呀。25,000太多了，然后25,000可能是包括我想搭计程车就搭计程车，对，我想搭就搭，然后25,000是包括。里面我可能每个月花7,000块买衣服这样。忘忧，你那个叫做乱花钱，忘忧这种的才叫做乱花钱好不好啊？那这种才是标准的乱花钱啊，什么叫做眼睛瞄过去挑最贵的，你那就标准的乱花钱啊。之前有一个人他跟我分享就是存钱或者是什么的，他说你买东西你要分成3种，自家卖的衣服你也有看腻的一天，你也有想要尝鲜的一天啊。而且女生东西实在是太好买了，什么都可以买，而且我算是一个不会买帽子、耳环、围巾跟什么头巾之类的东西，至少我上面这一块我是省钱的，这一块我大概1年染一次头发吧，就是我的这里是省钱的。我也很会花的就是衣服跟下半身这样，然后鞋子3个月买一双吧，3个月买一双。买衣服花太多了吧？再大的风雨我都能飞翔，让我们。衣服跟鞋子是可以省的，对，我知道这可以省，可是有时候就是会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想买。不一样啊，大明哥，我们是女生耶，我们这个时候是最漂亮的时候，我们不打扮，我们难不成等40岁才开始买衣服吗？忘忧21岁去买车，眼睛瞄过去，那我觉得忘忧你不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。鞋子花很多吗？3个月买一双，哎，3个月买一双，而且有时候超过，哎，反正我1年买的鞋子不会超过6双、7双这样。而
且我有一个习惯，我之前有讲过，一个习惯，因为我的东西，我每年都会丢东西，应该说每次换季都会丢东西，然后我每次丢到最后，我都会发现我没有什么去年的衣服跟裤子。然后为什么会丢成这样，是因为我比如说我这次买了几件衣服我很喜欢穿，我就会疯狂的穿它，穿到它烂，有点烂烂的这样啊，当然明年就不可能拿出来穿啦、啊、因为就穿到烂烂的，我都是这样。然后你们也不会觉得我每次我的衣服很多，其实你们看我开播我也都是穿那几件衣服而已，就是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喜欢的我就一直穿到它烂掉，然后就丢掉这样。网友，你为什么会看那么久？是因为没有看到更贵的吗？是这样，不够贵你不要。欢迎德哥，前天是这件吧？前天。昨天是一个蜜蜂，前天是一个灰色的套装，是大前天才是这件，大前天才是这件。Hello， 坚婷，你希望有大花园、大阳台，可以喝下午茶。化妆师，什么化妆师啊？老凯，你有时候问的问题，我都会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你这有时候讲的话我都会有点无言，都不知道你在讲啥。很跳痛，又不想买太贵，很跳痛。对啊，可能是有活动的时候才有化妆师啊，现在没有活动，我没有活动很久了不是吗？我好像4年前、5年前不是就已经在粉丝专页已经 po 过我的状况了吗？不是吗？你都没，你一定有看到啊，你还问逼我凶你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从几年前我就是自己，就像我也讲的啊，哪来的化妆师，那个时候化妆师的那个时期是我10岁至13岁、14岁，那时候跟爱回合作的时候才有的化妆师，14岁过后就再也没有过啦、啊。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包凯一直被我欺负，欢迎吉隆。我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主播。欢迎吉隆，飘儿是东内地有一个平台，有一个那个传媒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就是一个媒体公司，它叫做东兴娱乐，然后飘儿是东兴娱乐的台湾分区的代表，有点复杂。对，台湾分区的代表，不是我爸自己开的。哒哒哒。暴怒的主播，毕业歌《风筝》，我不看，《风筝》不不看。谢谢海德，谢谢你的啊！这是第二个人送我的新票哎，我现在收到两个新票，一个是海德送的。好哦，大明哥，你先下吧。谁是、哦、呵呵 ？KK 今天有丢给我了啦，老 K 今天有丢给我了。不要骂脏话，我敬你言哦。不要骂脏话，垫垫。毕业歌是这首吗？
抓人第一名。Hello， 如风随影。哦，我的脚真的是用得很难过。哎 ，KK， 你今天没播对不对？你今天还没播。谢谢大明哥的幸运草，感谢你。你都是晚上开，好哦。那你白天都在干嘛？这首歌不是毕业歌吧？等一下哦。哎，文鱼，你跑去厨子了。心疼我会跌跌撞撞，因为在温柔手中。文鱼，你是不是跑去厨子啦？谢谢文鱼的飘飘，感谢你，谢谢你的飘。放开牵绊的线，才能神采飞扬。嗯，自己赚的钱会花的比较理所当然，我花别人的钱，我真的花不下去耶。就是我花别人的钱，我连去 Seven， 比如说今天好，我朋友说要请喝饮料，我连去 Seven 我都会选可能养乐多之类的或麦香奶茶的那种，哎，花不下去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全身不舒服，怪怪的。原来我无辜的。啊，那约会的话怎么办？我跟男生约会都是各付各的，然后如果是金额小小的那种饮料什么的，我会先付，我的习惯是这样。我的习惯是这样。立本，你是说什么啊？很怪，没有啦，我会看啦。如果说饮料他付的，那我等一下吃饭就会付。然后如果说是去看电影的话，我基本上我觉得有超过200块的东西，我就一定我会很坚持要各付各的。啊，如果是小东西，比如说他买好饮料来看我之类的，这个我不会主动拿钱给他。可是超过200块的，我就会一定要各付各的。而且跟我出去的男生，我都会事先跟他们达成一个共识，就是出去就是各付各的。因为其实有些男生他们会，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错啦，他们会觉得说跟女生出去，男生就是应该要付钱。然后有一些男生会很坚持，所以跟男生出去我都会先讲好，就是都会先讲好这样，因为我也不喜欢那种欠人家太多的感觉。对。不然到时候在那个店员前面推脱，这样也不是很尴尬吗？就很尴尬。哎，我差60哎，差60第二名哦。好，我们讲好了，干嘛？你是要把我拐出去吗 ？K 同学 ，K 同学，你想干嘛？笑嘞，笑什么笑？有些女孩子仗着自己是女孩子，强迫男方请客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白目到强迫吧。可是大部分的女生真的会有一个想法，是觉得男生就应该付钱。可是我真的觉得，又不是没有钱，有手有脚的。你留着最后拐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拐我就要给你拐吗？搞屁！总而言之，立本，你的意思是说你出资爱欲吗？